他那种啊，会不会往死里打？往什么打？八旗很来往死里打，那种人都很容易失控。明明说好轻轻打，然后最后就下重手，就是这种人。我知道，那是我偏见啊，那是我偏见，不一定真的。他会，因为有一次我们就那个僵尸啊，就他要摔我，然后没有摔到，然后就他就这样弄踹了，下次就踹了。所以要重重。像那种，这就是他那种手法。对啊，他们说的。可是这种会有很多手法发挥不出来，就没办法抓到。对，然后有一些躲的手法就很困难，比如说两百拳架，就这样打你。很难啊，这种怎么躲啊？这种就是这样挥而已。想要发挥魔术的手法没有那么简单，我要试试看啊，怎么打都可以，让你帮他打。你可以对我四招，你知道吗？
小心耶你，对，所以你要防御要。有什么问题？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？你先说。没有吧。不行不行，你一定要找一个缺点出来，这是练习。你的第一下都守得很严了，可是你第二下都没有守，这是你的问题。你的第一下都守得很严，就是，比如说。如果我今天我拳要进去，拳我通常你看我都不会打一拳而已，对不对？我都打两拳，棒棒，或者棒棒棒。你第一拳就可以阻断我的攻势，你有发现吗？可是我第二拳我要进去的时候，你就不管它。所以你现在要练习的是，你摆你的拳架，你拳架哦，这只手，后手拉高一点。对对，你不用到这边，不用学，不用，我知道那是搏击的那种打法，你可以到这边，这样比较灵活。然后假设我今天要，不行不行，这是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你拦到以后，对不对？不要管他，直接出拳，有没有打到都随便，听懂吗？我们来实战练习看看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好啊，我带这个超热。对啊。你这只手千万不能放掉，你会变这样。那这样很，就是你会变，你会拦到，也会变这样，你到这边都空的，你懂吗？你就想这是两道城墙，啊，你要放出攻击的话，就是开第一道城墙，所以第二道城墙要拉起来，不然敌人就会进。来试试看。哦对，然后要不然就是，我出去了，看手放掉了，手要拉起来，对对对对。这样就比较难进，然后你甚至可以，假设你拳过来，你喜欢这样刀的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我的手，我的拳不是只有在这边，可以往前推一点，不要管它，你就往前推，你就是这样就好，像这样好像咏春。
你就往前推就好了。这个。算了，不要了，我怕我手受伤。我跟你说用用那个，你要不要再来？拉住你，然后给你一拳。